终于到他这个帽里面了啊！我现在待在这里面，整理一下我的头型。哎呀，跟国内也没什么区别了，终于来到一个有点熟悉的地方了，但是牌子都不太熟悉。哎呀，这边也没啥东西，随便逛一逛吧。哎呀，想吃点寿司没找着，但是门口写着有寿司。